所以你把它放在这个角落。对。然后嘞？来，现场的老师给我一种灯光不一样的感觉。来，关掉，关掉嘛。怎么样？现在有发挥作用吗？对，当灯光暗掉，人就会变得更自信。你看到这种光就觉得很美丽。就一个绿绿的东西啊。Oh、God, 绿绿的东西放在墙角边。你不是说它会随着音乐有一种颜色吗？植物的女孩跟着音乐换颜色，但是我要用手按，嘿，变颜色，变颜色，各种颜色都会变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世界很酷。